转不了这样子的，嗯，他就转这样子。你哥哥不会转了、啊？嗯，是哪个哥哥？妖姑啊？是我的哥哥的呀。妖姑啊、嗯，他这么笨了、啊嗯？妖姑不会转那个东西的。对啊。那你怎么这么聪明？他一转他就这样子，他都不会发生在这里。那你怎么这么聪明呢？我不知道哦。耶、是我脑瓜好傻。对你脑瓜好死啊！怎么这么聪明呢？不知道哦。我是你去问一下，好吧？啊？我是你去问一下，好吧？问哪个？问哪个？台湾阿姨啊。啊？台湾阿姨。哦，问台湾阿姨啊。哦，怎么问他？你让我怎么问他？你说。你说我怎么这么厉害？哦，我问他，说你怎么这么厉害？嗯、这个东西你都能够玩的转溜溜转溜溜的是吧？嗯。好，没能够问台湾阿姨看，我说怎么会这么聪明的啊？可能把这个东西他都没玩过，今天玩的这么转溜溜转溜溜的啊，真厉害啦！你看。乱搞他都转，啊？怎么搞他都转哦，厉害不？乱搞都转哦。乱搞都可以这样子转。嗯，晚上你拿来转还要好啊，发亮闪闪的，晚上。对呀、啊。到晚上吃完饭。可以的。拿去基地去哦。懂了。可是我妈妈不可以去。啊？可是我妈。该怎么不可以去呢？你看了不、嗯？你看我可以怎么转的？嗯，很溜的我。很溜啊！我看你多溜，我看。啊，失败。没失败呀、啊。失败了吧？弹跳也算你。哦，弹跳也算。嗯。哦，弹跳也算成功是吧？嗯。啊，反正经过你那个嘴巴出来的东西都是好的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流鼻涕了哈？成天抹那个鼻子啊？你要不要纸巾来抹一下？啊？要。是，你又不是出汗。好，再成功一下看，我看。那、哎、麻烦没？你看他在那里转呢。那里。哎，在那里转哦。你还算你成功哦。哈哈。哎呦，得猫拐没有？啊？得猫拐了没有？没有啊。没有啊？痛不痛？啊？一点点痛。痛不痛？脱皮没有？一点点痛。一点点痛啊！哎呦，真能摔哟、哦！你可以去当那个摔跤手了，这样摔都不痛的，你看，真厉害，男子汉哦，是吧？